十分关注您所关心，我们关注，欢迎收看十分关注，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 APP， 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关注身边事，评说身边新闻。昨天啊，我们的节目介绍了古勋传承人赵亮和闽南童谣传承人林玲，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传承人陈建兵和素菜制作技艺传承人张毅的故事。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香，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历史悠久，它是闽南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围绕闽南各种香品的制作与使用而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独特的传统技艺表现，从而体现了闽南人优雅的生活品质和精神气质，优秀的民俗传统和价值观念。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2012年11月入选厦门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7年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啊，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个项目的第五代传承人陈建兵的故事。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之所以称其为天然，是因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硬实采撷自然界原生态纯天然植物香料，经如理如法调配并研磨成细末，以净水调和精心配制而成，有助于驱疫避秽、消毒杀菌、凝神静气、静心养生、净化空气，可以令人心旷神怡，这与我们目前在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的香有着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哪里？在于材料的这种不同啊，比如说选材，这也是构成整个天然香制作技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有了材料之后，还要有调配，这调配是怎么样的？是人的调配，跟我们用心的这个程度。陈建兵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制香，但是制香所用的材料好坏，却是影响香品品质最关键的因素。材料不好，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好。当然材料好坏在于人对它的这个选择。那作为整个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来说，主要是一个天然材料我们只做天然香，用天然材料，通过人对它的选择、选材，对它的如法如理的这一种调配制作技艺，那做出来的香呢，其实是比较清淡不像说化学香那一种浓烈。所以对于原材料的选择，陈建兵总是精益求精，从不含糊。比如说艾草，其实我们满地可能都有艾草，但是哪里的艾草最好，什么季节的艾草最好，香度最好，包括对人体更有益，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去认真去学习，或者是去实践的。所以说制香不难，难在用心。天然香的香味清淡，若有若无，在保持干燥适中的情况下，保存越久香味越为纯正，而化学香气味浓烈刺鼻，久闻烦腻。在崇尚自然的陈建兵看来，长时间嗅闻化学香料无异于吸毒，做让老百姓不吸毒的好香就是他的初衷。就是希望说做对人体有益的，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帮助的这么一种香品。陈建兵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传承这门制香技艺算起来已经是第五代了。然而陈建兵最初并没有继承祖业的打算，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了银行工作，只不过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萌生了自己制香的念头。2006年的时候，刚好因为有朋友请我去帮一个香厂做这个品牌策划，去了香厂发现全部都是化学香，让我非常的失望。后来我就一个念头闪过，我不可以助长化学的蔓延，我必须自己亲手来做，坚决就是一定要专心的来把香这个事情做成我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只是平常业余爱好吃饱喝足之后才在玩的事情，而是把它作为是我的一项事业。
来把它传承下去。不久，陈建兵辞去银行的工作，重拾起了祖辈天然香制作的手艺。面对市场上存在的种种劣质化学香，他依然坚持传统，从原料选择到整个技艺的制作，他都坚持选择天然。为了研制更适合人们日常生活所用的香方，他不断翻阅古籍，从前人的智慧中汲取灵感，研制新的香品。其实做天然香主要还是在于材料跟调配制作技艺。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中国过去有很多的这种香料，在现在来说是比较不好找的，甚至是失传的。过去我一直在学习一些传统文化，因为我们包括过去很多明清的一些小说，古代的一些香方香谱都会提到很多制香的这些材料工艺，它的一些要求。陈氏香谱是宋代的一部香方，那香圣这个是明代的香方，这两部香方在中国历史上它的这种影响力跟它的这种内容的这种丰富度是非常可以借鉴学习的。那我这是从《四库全书》里面把它影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陈建兵在传承闽南天然香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不断研制多个系列的具有本土特色且集防病养生为一体的产品。然而即使有陈建兵的坚守，闽南天然香传统制作技艺仍然面临传承的窘境。由于制香原料成本高昂，传统手工制香工序复杂，生产周期长，产量有限，愿意遵循传统手工制香技艺的香师太少，愿意真正沉下心学习这项技艺的也越来越少。因为市场很残酷，很多人想要用这种天然材料，要考虑到它的成本问题，要考虑它的制作工艺问题，要考虑到它的市场销售问题，而且很多时候你没有一定的这种品质品牌跟人文的这种灌输，其实这个香它是并不好传播下去的。更何况我们的消费观念，很多人消费观念就是只问价格不问品质，所以我们天然香就很难销售。也正是有感于此，陈建兵创办了妙吉祥香道职业培训学校和妙吉祥制香技艺传习中心。所以普及很关键，教育很关键，也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平台，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了解香，更多的人来了解制香技艺，让更多的人来用上好香。在陈建兵看来，在快节奏的今天，重提香道这一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推广天然香及香道精神，是他身为非遗传承人所肩负的责任。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也希望能够尽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这么一个应该所具备的传承能力。我也希望我的传承能力能够通过实践，通过学习，通过包括我的这些学员们给我的很多的灵感，来做更多有意义的传承的一个事情。陈建兵呢，他在恢复我们传统的天然香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并且呢，我觉得他有一种文化的意识，他专门找到这个传统的香谱，制香的香谱，专门找这个中医去学习，在这个天然香的制作上有他的创新的地方。其实呢，天然香贵啊，要推动不是那么容易的。他在推动天然香这一块，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说他是一个天然香的再创和推广者，同时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绿色发展、生态发展的一个贡献者。好的，关于非遗传承人的话题，有不少网友在互动平台上留言，一起来关注一下。
其实香在古代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生活用品，但是我们现代就比较少接触到了，更多的是在寺庙里才能看到。但其实我觉得香也是一种文化，然后我们应该将祖先留下来的自然制香的技艺传承和发扬下去。我觉得现在还能像这样坚持古法制作、严格筛选材料、拒绝化学材料的制香人，真的是匠心独具，应该点赞。好的，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分关注，接下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素菜的传统技艺。南普陀素菜是福建省的传统名菜，出名菜肴有40多种，主要原料是米面、豆制品、蔬菜、蘑菇、木耳等。厦门南普陀素菜讲究造型、色泽和味道，大都以形态命名，不但色香味形俱佳，而且啊，每道素菜均有其各自不同的独特口味。要做到如此高水平的技艺，师傅的功力可不一般。今天啊，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南普陀素菜的代表性传承人张毅。百年历史的南普陀素菜以遵循佛教饮食传统为宗旨，经过历史沉积与创新发展，融合宫廷素菜的精细、民间素菜的天然和寺院素菜的纯正，已经形成独具诗情、景逸、禅味、时尚的健康科学的素食文化，既是优秀的素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厦门市的一张烫金名片。南普陀素菜它是以纯素为主，那素菜素做，素菜素名，素菜素料这样子。然后它经过多年的菜肴的演变以及发展，变成为那个诗情景逸禅味时尚的素菜。张毅，南普陀素菜制作技艺省级传承人。由于出身普通人家，家庭条件并不算太好的他，13岁就开始承担家务，学习做饭做菜。而就在家人带他品尝过一次南普陀素菜之后，他对南普陀的素菜念念不忘，并且对素菜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次来南普陀跟家人来吃，对当时的米粉还有当归面筋汤觉得特别好吃。差不多是88年嘛，然后我是92年正式进来南普陀当学徒的。1992年，张毅正式加入南普陀寺实业社，从学徒开始一步步学，一点点练，向这里的老师傅们认真学习素菜制作技艺。在此之前，张毅其实已经有了一点素菜制作基础，但是外面的素菜技艺跟南普陀素菜还是没法比的。当时开始接触的时候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素食，家常的素食，但是到里面以后完全是不一样的素食，不管他们的刀工或者是他们的炉灶的功夫都非常好。都说演员在舞台上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做菜也是相同的道理。为了能练好厨艺，张毅付出了很多的汗水和努力。像在练刀工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是经常被刀切到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创可贴，就是随便用一些辣酱糊一下。那就是我刚进来南普陀的时候，当时为了学习冷菜的凉菜的摆盘，当时是每个厨师他们手中都有这种工作，如果下午的时候一来上班，他们手头做我们就没办法学，就没机会了。我们是经常是提前一个小时，在师傅们还没工作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他的工作做起来了，是靠这样子去学出来的，抢着师傅前面把工作做好。记得我刚刚开始学站锅台炒菜，那时候是老师傅做一道12道菜，前面的7-8道菜由他自己做，到最后的3道菜我才上去接他的锅，然后从最后面的3道菜开始慢慢做，一道一道做起来，然后他在他旁边去指导。张毅说，除了需要自己肯努力能吃苦，要练就好的素菜制作技艺还得有好师傅。以不同的原材料用不同的火候去烹调，这个是最关键的。但是你如果在炒菜的过程中你碰到的这种问题，老师傅就在旁边，这个原材料他不易煮透，你一定要改小火去慢慢去煨，去
这样子。上锅台以后，老师在旁边点拨，然后你再自己勤劳，起码也要三五年、七八年才能成才啊，不是一朝一夕能切得通的。而且在工作中不断去摸索，慢慢把这个技艺给它丰富起来。南普陀素菜选料严格，制作精细，色香味形俱佳，制养生境并重，命名优雅别致，既有近百年历史的普陀粉丝，也有南海金莲、香泥藏针、半月沉江这样屡获大奖，得到众多知名人士认可的经典名作。而这些都是南普陀素菜几代师傅心血的结晶。同时，南普陀素菜还在不断的创新，近年来像踏雪寻参、竹影情长、爆竹迎春、金龙运香这样的创新菜品也是不断涌现，在这方面张毅也下了不少功夫。做创新菜的时候，如果我是有经常有看到一些资料或者一些菜肴，那我会在脑海中或者在心里一直去琢磨，有时候一道菜出来也要琢磨成菜或者是好的菜品，可能也要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一道菜它有一道菜的故事，厨师在创作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创作这一道菜，他的心里想的、头脑想的都倾注在这道菜，他做出来他的能达到他的一个意境和他的文化。张毅说，既然他当初选择了素菜，那他就要将素菜做到底。而作为南普陀素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更是觉得自己的肩上扛着一种责任。因为你不但要传承又要创新，这个是承上启下的东西。我作为传承人，南普陀素菜，我觉得如果带徒弟嘛，带徒弟你就要有耐心，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以前可能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物质条件比较好，我们当时是比较苦，要吃得了苦，而且我们带他的时候，我们要有耐心去教他，然后慢慢把他引导，然后到一定的程度，当他的技艺就会慢慢逐渐的提高。因为他的这个手工技艺也都是口传心授的，就是这些师傅他把他传承以后，从老一辈传承下来以后，他自己又钻研，那自己又创新，然后继承了我们中华这个文化的一种优秀的东西，一些那个精髓的东西，好的东西，那这么传承下来以后，得到了百姓的欢迎，所以他就也具备了包括这种文化里头的价值，他里头的一些科学的价值，一些历史的价值都有。好的，关于非遗传承人的话题，我们继续来关注互动平台上网友们的留言。南普陀的素菜真的很好吃，而且每道菜的名字取得都特别好听，特别有意境。我觉得像南普陀素菜这种既包含历史、有故事又需要制作技巧的项目，确实需要有人去传承。好的，感谢以上网友的留言，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十分关注。不论是闽南天然香制作技艺，还是南普陀素菜制作技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传承人都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真正的传承啊，就是需要达到这样一种既能承上又能启下的作用。相信依靠这些传承人，这些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还将继续发扬光大下去。好，再次感谢今天在互动平台上参与讨论的网友，也请大家继续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 APP 与我们展开互动。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是朱月，我们下期再会。